大家好，您现在收看的是 Mom TV。 哎，好 ，OK， 好，靠的好，靠的很舒服，靠的很舒服。拍拍手，鼓掌，拍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鼓掌，鼓掌，鼓掌，啊，好棒，好棒，当兵的，啊，对啊，好，好，爸爸干我一下，爸爸干我一下，对对对，啊。再看到李子了，该进去了，进去。哦。那今天整个拍完，我觉得其实，我觉得他很棒哎，他真的其实配合度很高，然后就是让我觉得还蛮惊讶的，因为毕竟才一岁的小朋友，能有这样的配合度。最主要是我们的生活整个都改变了，因为又多了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里面。那当然第一的就是我们自己时间舍去掉了，那不过我们多的是有另外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让我们的生活里面更多的更多彩多姿，也更丰富了。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是另外一份成长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三个人都是在学习，在互相学习。因为我是第一次做爸爸，然后他是第一次做妈妈，还有我们新的宝宝，拍那么平面，最难去调试就是狗狗跟宠物跟小孩，这我们其实很清楚。然后拍戏也常碰到，对啊，我觉得其实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蛮大的考验。不过我觉得我们的 baby 他算是，也给我们新的上了一课了，他也是蛮乖的孩子，然后也蛮体贴的，然后感觉到他好像都知道我们在讲什么。对啊，其实心里面就是充满了感恩，对啊，然后很谢谢猫宝宝今天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有这样子的相处，对，把我们的家人一起分享出去，让大家知道我们。